哦，然后后面记得加一个 get instant， 好 get instant，OK 之后的话呢，请你把它做 save，save 之后呢，我们来 run 看哦。最后的话呢，当然哦，按右键执行为 Android 的 application， 好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执行过来之后的话呢，那如果 run 出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账号部分呢，只能密，只能够是数字，所以随便输一个数字。 密码的话呢，我打一个这个几个哈 ，ww 好，按打勾，本来是密码对不对？打勾下去，如果密码出现的话，那你就拿了20分了，好，所以很关键，按下去有没有呢？出现了，再按一下，取消了，按一下，好，这样应该 OK 了哈，就这样子，20分拿到了。 好，所以 Enjoy 的这张证照应该很好拿才对啊。好，OK， 好，剩下的时间我想你们把这个部分做出来哈，做出来试试看。那程式码的部分的话呢，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了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，大概是像这样哈。记得 import 哈，这 import 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是这两个啊关键点哈。